吃饭，今天吃豆豉回锅肉，还有一个金针菇土豆丝。今天这个豆豉，我们是跟姐妹们开的活动价格，每一单优惠5米，然后到家可以做豆豉回锅肉、豆豉虎皮辣椒、豆豉焖鱼、焖排骨，还有可以直接吃，可以蒸着吃。豆豉炒出来的东西真是很香，炒出来五花肉超香。这是农家手工豆豉，我跟姐妹们打开看一下啊，它是这样的，全部是颗颗饱满、粒粒饱满的，可以直接配稀饭，直接配稀饭、米饭，这些都是可以的。炒出来五花肉好香，再吃个肉。糯米水，刚才我看了一下，这个糯米水还有200多单货，
19块就发三包，然后六包减两块，到家清脆洗洗，可以拿来炒五花肉、炒腊肉、炒素的、烫火锅，然后炒牛肉这些都可以，炒肉丝。清水洗两遍就可以了。放点蚝油、生抽，一点点老抽，然后一丢丢盐。没货了，现在以后都不知道糯米粉什么时候才可以有了。我炒的香肠、火腿、我就炒了几块火腿，然后这就是一袋子的量，你们可以加点五花肉、腊肉的、青红辣椒。糯米粉大概是三天左右发出去，所以说姐妹们安心等一等，还有200多单。喜欢的姐妹赶紧囤货，拜拜。